开门我坐一下。快啊，一打了样呢，这手上啊，这个这样的就是，但是那样呢，佟碧玄打手的意思哈，就是往上去的，急了拐弯的，是、啊、吧？哗啦一抖，啊，手是吧？这是打蹦戳，这是蹦戳的意思，一蹦吧，哗哗哗哗哗，这个手来样的，哗往上一打，还来这儿，穿掌哗来回穿，这个是一穿哒哒，一穿哒哒，哗哒，这个穿那样的就是。要左右啊，如风似狂的打。另外这脚这样，这腿上啪啪，这个腿带上打，带上踢，就是一边穿，穿着打，穿着踢。裂门掌的简单的用途，跟大家说一下：一，或者这就是这手往外裂。裂这时候就打脸的哈，二一个我搁底下裂的时候，这掌两人就打出去了，紧接着这掌还往打啊，这是什么呢？啊，像童子拜佛似的，这个掌这掌要撑圆，要回挂回裂裂这个概念。第二两呢，一甩手这手呢要这么裂啊，一这么裂，这手两呢一打这个左手啊，这手这样打左手两一个动拳。这都是十上两，这都打脸的是吧？所以这个动作那样的佟碧玄那样，你看这个小拍掌就给这扬起来，所以要功力超出来那才能用。你功力超出来打人家像那个拍会似的，